教餐用外送服务不稀奇，现在为了鼓励阅读，也可以机车即时外送。苗栗县三湾乡立图书馆提供全乡国中小和幼儿园送书到校的服务。像三湾乡立幼儿园没有图书室，有了机车外送，随时都有新书好看。一笔一笔刷入外借书的条码，将厚重的书本装满袋，接着图书馆员发动机车，把最新的图书外送到百公尺外的三湾乡立幼儿园。这个画面让人联想到美食外送服务，民众戏称 Book Panda。环保袋装书，再用机车再送，是希望让送书的服务可以更机动、更有效率，然后在阅读推广上也可以更加落实。只要学校或是幼儿园有需求，直接向图书馆下单，馆方就会整理搜集相关主题的书籍，主动运送到府。近一点的地方用机车，远一点人数较多的国中小会再跟乡公所借公务车运送，积极培养乡内幼儿学子阅读的好习惯。尤其像乡立幼儿园没有图书室，馆方主动外送服务，让小朋友每个礼拜都有新绘本故事书好看，方便又贴心，让我们可以有一个礼拜都就可以有换到新的书籍可以看，所以是非常的幸福。不然有之前我们是定期会带孩子们去图书馆，但是这样子往返的路程其实风险还是会多一点的，所以真的很感谢图书馆的这样的贴心。有时候他们还会依不同的主题或者是看我们的需求来帮我们挑选合适的书。主动出击，从小培养建立阅读习惯，提升图书馆的借书和周转率。馆方也因为这样培养许多小小爱书人。为了让小朋友不进图书馆也能享受到我们图书馆的好书，所以我们非常乐意把书送到幼儿园各班，让孩子增加更多与书亲近的机会。多元服务计划体贴到位，三湾乡立图书馆连续十年获得全国阅读率第一的殊荣，图书馆员的积极功不可没。